告诉你，即便他真的原谅你，你也不要想太多，你们不可能在一起的。你一定要赶紧好起来了，等你也好起来，阿爷就会当带你跟明阳来做来环游世界，来一定我都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。我以前都没有发现，我现在发现建豪跟表哥长得好像哎。这到底是什么呢？苏小搞这一辆车回来，到底是要创啥？中西暗时八点，月亮上的幸福。